各位乡亲，各位先生大德，我就来自白沙屯的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是咱云南的飘天宫博物馆这场博物馆演奏会的主持人，小弟是咱学校内面退休的行政人员，退休了就来担任阮北港飘天宫博物馆的义工，所以我和大家同款。拢是咧替妈祖无做代志，拢是妈祖的信徒，因人伫遮咧真欢喜，有机会来和咱遮个乡亲做对，啊来和咱白沙屯啊来遮朋友做对，到老咧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因人的演奏会啊，因人演奏会，主要和大家街路看到，阮北港镇国的社团同款，拢总以120,000分欢喜的心情，点头，大家排出来，欢迎咱白沙屯来进游团的朋友，表示阮北港人的诚意，表示飘天宫的诚意。咱因阿妈甲大家安排的乐曲，主要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，对咱今都新春啦，第一个部分有几块乐曲，是咱新春应景，春天。人灵人西，真好听的乐天。第二个部分的乐天哦，是安排一挂咱民谣，以及咱一挂歌曲的演奏乐天，甲大家分享，听的大家甲阮听，甲阮鼓励者。另外伫遮呢有三点，拜托咱所在座各位朋友，大家来配合者，来斗下手者。第一点，拜托大家共同来支持咱这个演艺厅内面的环境卫生。所以，伫演艺厅在内面吼，是禁止食饭、禁止食物件、禁止食薰、禁止薄槟榔、禁止啉酒，因为共同大家一起来，共同一起在演艺厅内面的庆典，这是第一点，拜托大家来配合。第二点呢，拜托大家配合，因为阮这个国乐团西贡啊，恁看就知影，阮真实用啊，所以拜托大家帮忙这国乐团一起演奏一个顺演奏的进行。所以伫大家家属脑咧出入这个演艺厅这个会场，利用两个时间，第一个时间中场休息，中午停分10分钟，大家变起来行行点动者，迄阵当离开。另外你若万不能愿意咧离开的时，在咱即个乐曲演奏了，停分后底乐曲演奏以前，这乐曲甲乐曲演奏的中间有停分10分钟、1-2分钟，这个时间大家利用时间。才离开，表示对咱演奏乐团啊，一个礼貌，也是咱普通观众一个规矩，这第二点拜托大家配合。第三点呢，就乐曲咧演奏的中间，拜托大家甲阮斗下去配合者，保持安静，卖大声吵闹，另外呢，尽量卖变个阻挡，这第三点呢，拜托咱大家配合的，所以再次。北港飘天宫博物馆非常欢迎咱白沙屯江天宫弯道来进游团，白沙屯来朋友大家辛苦，非常欢迎。过来呢，我甲各位介绍，阮博物馆永安担任指挥的老师，阮这指挥的老师常常出场，你大家看就知，少年佮缘投，多才多艺。阮这指挥老师呢，伊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新建的。关电遐个款，乌山头遐，国立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伊对国乐虽然少年，但是伊功夫袂歹，功夫真好。来，大家拍好欢迎阮国乐老师的老师蔡玉柱老师。蔡老师，请。谢谢少年啊！